好，我们就先点加四皮夹克，看能不能加五，看能不能加五。先点加七真细件，不要啦，别这样子，别这样子，这样子就真的成为黑粉了。一件加四光之力量皮夹克，强化几率25%。Go。加五光之力量皮夹克，给我一件。哇死了去！第二件 ，Go。来看看能不能直上。加五光之力量皮夹克，给我！哇死了去！接下来就是重头戏啦，他要冲一发加七的，强化几率16.7%，16.7%。两人是一波七准备刷起来了吧？一波七准备刷起来了吧？恩典比小圣界保命，对，但是恩典 CD 太久了，小圣界比较可以一直放啊，比较可以一直放。16.7%加七光之力量皮夹克，集气一波七，集气一波七，拜托大家了，集气一波七啦，集气一波七啦，来啦来啦，加七光之力量皮夹克 ，Go。16.7%，我自己有点过一次啊，我自己有点过一次。我想一下，我想一下哦，我上次那个时候是意外嘛，意外中的意外。好，来啦来啦来啦，开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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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听说你很会点皮夹克，我黑尔比较浓比较会，但是皮夹克略懂。皮夹克是去年有点到加七嘛，来 16.7， 谢谢姚仁慈的集气，加七光之力量皮夹克来咯，准备咯，我还你原形。加七一件，谢谢，一件直上，谢谢，有了有了，直接恭喜子鱼啦，直接恭喜子鱼啦，一件加七，一件加七，哦，看来我黑尔跟皮夹克真的是略懂略懂啊，炼地间就是原本火龙那边啊，一件直上啊，哎没有啊，前面有两件加四的啦 ，OK， 有吗？有吗？有了哦，有了哦。OK， 没问题吧？没问题吧？不然我身上的我是怎么点到的？一定就是有一些眉眉嘎嘎的啦、啊。其实也没眉眉嘎没，其实也没眉角了，就只是很晒而已。他身上还有一件呐、啊，该不会再加啦？再加七吧？如果再加七的话，就要拼加八喽，好不好？人是再一波七，来来，我皮夹克只冲到一件加七过而已，我还没有试过第二件吧，对吧？那一次是这样子吗？哎，没有，那一次对，那一次只有冲过一件而已。然后黑尔的部分是冲了两颗加六兽祝福 ，OK。阿布拉完啦，再一波七过去，这个过了。直接拼八吧，应该子鱼应该要拼八吧，因为七你也不能存仓啊，你也只能拼八啊。走路过去吧，原本火龙那边对，不然你也可以用钻，你也可以用花石钻飞去二楼，但是不建议啦，因为那个是打架再去就好了，你用走的会比较省一点。强化几率16.7%，第二件加六光之力量皮夹克挑战强化加七开始强化。OK， 哇、哦，谢谢姚仁慈的集气，我们。484又要准备开车了，来喽！第二件加七光之力量皮夹克，我还你原形。两件。今天的我没有极限 ，OK， 两件了。哇，子鱼起飞哦！接下来要拼八了吧？接下来拼八了 ，OK。然后是一波八刷起来，一波八刷起来，我们看一下八是多少？八是14.3%呐，比刚刚少了2%，比刚刚少了2%。来，运气回来了，运气回来了，公平与正义都回来了，公平与正义都回来 ，OK。然后是一波八刷起来，一波八刷起来，拜托拜托，一波八刷起来，所以说只能冲啊。只能冲啊，好不好？只有一件哦，只有一件的几率，只有一件的机会。14.3%，刚刚是16.7%，我们连过两件，接下来是14.3%，我觉得可以，我手气来了。加七光之力量皮夹克挑战强化加八，开始强化。
一波八刷起来，一波八刷起来，谢谢聊天室啊，整个都火起来了，整个都火起来了。OK， 有哦，有哦，有哦。OK， 我还没有点过加巴皮夹克过啦，这个是我第一次啊。会不会就给子瑜了呢？准备见证奇迹，加巴光之力量皮夹克，我还你原形！哇塞，全没了，没了，那就是。两件加四，两件加六，点到两件加七啊，四件点到两件加七，可以吧 ？OK 吧？我们至少有让子瑜有提升啊，好不好？至少有让子瑜有提升啊。